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鞋底。我现在呢还是在仙本那的马步岛，就是，自由潜那个我都不能叫自由潜，我们就潜到水底下，总共不超过两分钟的水平，很多次啊，加起来不超过两分钟的水平啊，就每次都是么十几秒钟那个水平，对吧？还累得不行啊，回来以后啊，好好的休息了一下，现在我们又到这个他们那个村子里来玩来了。这边村子贼热闹，你别看这个岛上小孩太多了，我就感觉这个小孩知道吗？走到哪都是小孩。这个岛上的小孩好多，这个感觉一家起步都得生个七八个。哎呦！当地的渔村，这岛上人啊，我也搞不懂了，哪来那么多人？尤其是小孩超多。他们这边估计一家至少得生个七八个，这都是平均水平。在烧树叶，别气。还行。这边还在组织篮球比赛啊，感觉。进了。这晚上搞点烧烤，他还用的汽油在点。我就是我前面呢不是去过马尔代夫嘛，也是马尔代夫的居民岛，可能跟马步岛差不多大小吧，但是那边的这个感觉跟这完全是两个世界。就马尔代夫那边居民岛也非常干净整洁，设施好。这边就是人多哦，这边是人真多着。都晚上了，小孩都出来了，可能过会儿天黑以后，他爸他妈都得喊他回家了。因为很多人都是生活在这个水上的，就是底下全都是垃圾，去年来这样，今年还是这样，就几乎是没有任何改变的。啊，奶油，这是我们买的海鲜，就是皮皮虾是椒盐嘛，这个是皮皮虾呢，牛油，奶油，清蒸。这个清蒸吗？仙本那最多的就这个皮皮虾，这玩意儿咬人。但是我们中国人爱吃这个，这玩意儿就卖得更贵，真的。就是被你们吃贵的吗？对啊，吵起来了。接钥匙啊，应该不会掉在水里吧？哎，可以。坐在这儿吹吹风啊，唱唱歌啊。给大家唱一首《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》，伴奏就不用了。清唱，实力派。夜已沉默，心事向谁说？不肯回头，所有的爱都错过。别笑我懦弱，我始终不能猜透。为何人生淡薄？风雨之后无所谓拥有，萍水相逢，你却给我那么多。你挡住寒冬，温暖只保留给我风霜寂寞。飘落在你的怀中，人生风景在游走，每当孤独我回首，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。岁月如流在穿梭，喜怒哀乐我深锁，只因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。主要是在国外没什么 KTV 的机会，回国了，好好的练练唱歌，现在就等待等海鲜呢。哎呀，这个苦日子又要开始了，全是海鲜，这怎么搞这个东西？这大哥，你要用那个，这也能撬开吗？
我不是说你用竖着敲也可以。就这个皮皮虾啊，你们猜有多大啊？反正是比我的手要长。好敲吗？你再敲一下。哎呀，这是我们中午买的。告诉你们个诀窍啊，如果真要吃海鲜，在这个岛上就是中午买，就便宜；晚上真的是贵。就这些海鲜啊，我们花了190马币，这个价格就算不错。哎呦，哦呦，这还有，这是高位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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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才是吃了一份米饭的人，先垫了一垫。哎呦，吃这个东西，这吃不饱啊，这个。哎呦，蟹还挺肥的。这个蟹好像都是吃咸的。其他地方没肉。我这个应该还有点肉。我这个，全都有点。就连着吃海鲜啊，真的不行。吃的人没力气，是吧？海鲜吃多了真没力气，就缺一顿面条啥的。我这个就可以拿牙直接咬了。这个还是珍惜一下吧，那以后的海鲜说不定长这样。这小日本他妈够狠啊，真的是，以后吃这样的海鲜。我再吃这对，这样的海鲜看一下。然后，这真的是那个太狠了，我说。以后的潜水教练。这个我这个螃蟹我先撂一边，我先体验一个皮皮虾，我们就拿这个，直接开刀。哇，你这全是肉，我不吃，不，求你了，这种苦日子你过，别让我过，我真的吃不动，我就是，就看一看就行了，真的，我这个皮皮虾我可能吃一半，待会儿意思意思。就是小楚哥来这儿可以，我过来告诉一下他，哎呀，我就昨天没有吃海鲜啊，最近这么多天了都是一只海鲜。就是他妈这只蟹的那个螃蟹壳硬是吧？哇，这个真的是全是肉，你说这么长一条肉吃完，而且都是高蛋白的东西，真的吃腻了，真的我都提不起太大的兴趣。就是有点凡尔赛，但是真的没办法。哎，我真的就想吃碗面条，但是没有，我好多天没有吃面条了。我都是采用最最霸气的吃法，直接这样剔就行。不用，其实也不用筷子。就这一只我就吃的差不多了，可能我当时吃了一大份米饭和鸡肉。这个螃蟹我过一会儿慢慢把它解决。琵琶虾是吧？这琵琶虾也太多了，这一大盆，我的妈耶！这里买东西就是全部拿完。对啊，全部拿完，这你人来的少还不好顶搞定这个的。嗯，我吃西瓜。全部拿完比较好杀价。他管你吃不吃的。好了，开始，以后未来几个月我都不吃海鲜了。等海鲜变异了我再吃。叫核变异。这个是我们在厦门啊最后的一顿海鲜。对，之后都不吃了。明天到斗我们就不吃了。明天到斗湖我先去吃个肉骨茶。明年我也不想。然后再搞个小面吃一下。这吃完主要是我没力气，真的。你说天天吃海鲜的话游泳都没力气。来来来，蔡先生，来给你换个盘子啊！你俩加油。我给你，我对。还有，来来来，老板，换个盘子，对。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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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客气了，别客气了，不要谦让，不要谦让。我要一只小的虾，我要一只小的。有这个，好，行行行，选的时候啊，选最大的。对啊，现在吃的时候找小的吃。对，大的都留着，没有人敢要。这个孔融让梨可能是真的，吃多了。你俩啊，加油加油加油啊！我搞定，是梭子蟹我搞定。琵琶虾你们两个吃掉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搞音乐的，我不吃琵琶，我不可能把乐器给吃掉。你这你要说这是理由的话，我看我是干啥的？好像我也找不到什么理由。对呀、啊，我不可能把乐器琵琶给吃掉嘛。那我吃一个行的，我真吃一个可以，我吃的好痛苦的，真的。跟我没关系。我刚那个是你们两个搞的。对，我刚那个螃蟹。我把最大的琵琶虾搞定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啊！这个谁知道琵琶虾这么多？这个琵琶虾，因为它是一个乐器，它是一个琵琶。所以我不可以把它吃掉。今天吃到很多了，然后不好意思。就是你是剩下的不能吃掉，剩下的是乐器，前面都是海鲜，好吗？这个还是一半啊，这个琵琶虾的一半啊，你们看漏完这个肉有多少？哎呀，这吃的人这个怨声载道的，真的。这以后改成美食博主，这改不了，改不了。吃播博主，我靠！你就在这儿，现在不就在这儿吃播吗？这不是的，这个，你要是偶尔吃一顿可以。这个我们一直吃这个，我都扛不住了。这个那边还有小半盆儿，跟我没关系，是吧？完事儿了，嗯。腻啊，这个都是那个奶油芝士的。